感觉就好吧，好，谢谢。我想要感谢就是社会大众的关心，然后还有一些媒体朋友的一些想要追求事实真相的一些报道这样。那另外我特别感谢就是市府单位，然后议员，还有中正国小、凤山国中以及文山高中校方的各项协助，还有许许多多我们陆陆续续都有接到就是电话，或是说到现场，希望他们就是说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帮助这样子。我在这边先代表哥哥他们一家人向大家致谢。那这个部分就是最严重的林先生的部分，因为他其实伤到的部位很多，脑、胸部，然后颈椎、骨盆，还有双脚，其实伤势都蛮严重的。那这部分长庚医院目前也都有在持续观察中。那这一张的话就是姐姐的部分，那姐姐部分其实主要是在因为她其实牙齿其实都已经被撞断了，然后就是牙齿的周边牙龈什么，其实牙床他们就是后续都有做手术的重建这样子。高雄市有一间那个英伦牙医集团，他们有愿意就是说要负责姐姐牙齿这部分的全口重建。我在接受这个转正的一个动作哈，就希望是说大众如果要捐助，就直接汇到专户里面，啊，这个这样子才不会造成大家的一个不当的联想，啊，这样子的一个巨大的变故，一个好的家庭，一个这么快乐的家庭，一瞬间就整个破碎了，这个在我们的心理上有很大的一个冲击，所以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，大家伸出援手来做一个协助，啊，来帮林家走过这一个难关，啊，当然往后还有很漫长的一个复健的一个复健期，这个都是需要经济来源，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，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对林家伸出一些援手，让他们走度过的这一个最大的难关。